2024年的元旦第一天，要来进行试营运启航活动的典礼现场。高雄市民营进启拍的高雄环状轻轨，历经了整整10年的辛苦过程，在去年的12月26号取得营运许可，达成了全线成员的最终里程碑。 谢谢。在今天这个重要的时刻，我们即将要来进行我们的启航仪式。